嗨，你要容易整那种，今天整个没帮你搓那搓多，弄那些有一点鸡也么？来么啊？恁站着你要找找啥？整狗带的，接来哈，用大一块接了那些，有一点鸡么罢了啊？炒些不倒的，鸡蛋里头了，接着又炒，要恁到了装哪一度啊？泡呢？恁到了装哪一度泡？让它白么快的啊？鸡都该熟的。寂寞大街啊，路啊，这公开的那都是，你话你要几多该收的，但是那些有一点子么？谁啊，还点那点那到老人家有没些呢？不吵到点，别的我厉害你那些，做个你那天种古建的木子刀的，来你啊木头能带上着，木皮们要木能带着手啊，说带了的，但是那里好老细。多新鲜，多新农忙到了的，那啊，一度哈，绝对一度就好的，鱼也好接了，能带了的哈，要喂鸟的鱼也好接了的，找了有七就八个哦，有民居民居的，我里我带的那些，但是那些羽毛，在那脚干头羽毛些啊，好要不么煮到这呢，要不么煮到这。节目主要木干，所以都是谁木谁都跑那哈不主导了呢？主导了就，那么接了我接伢拉了，但是又木干谁不到接呢？就要接手哦，要接伢拉手，接那点要大众的要摆啊，切起要手拿，但是就包点靠整体靠脚呢，要你家接来户等到接大些，那木搬家呢？因为搬家谁搬家到，接脚摆木呢？哦。但是我这个早接到的，跑路窄呢。你那啥姐姐真巧哟！好容易种嘛，容易切掉呢。两种是能。哦，就抓一波鸟去了。俺俺们。哦，那八年个跑，对说今年还是要的些，
阿拉八阿炮，一模，哎，一模太好看了。要从早点开车那边，哟，姐，那到了大西南龙街，姐，看到那包店那头头，有鸟绿。路得吃了是不？要不得吃伊那节目碰遇到种古节呢，啥讲牙刀子啊，牙刀子种古了，只要这伊那节呢，炖鸡都碰了铁的牙刀呢，还开了蛮个的。你只在么一刀呢？么一刀你这里要多，还有么把你么刀身呢？来。白马星星多呢。